主料，芒果肉170克，蛋黄3个，纯牛奶200克，酸奶200克，辅料白糖60克，准备时间10-20分钟，制作时间2小时以上。芒果切果肉，然后为其他材料，蛋黄加入糖打发，然后加入牛奶，上锅加热至冒泡，芒果打成泥，倒入完整加热好的奶汁，准备酸奶，放入冰水冷却，搅拌好，加入芒果泥，搅拌均匀，倒入酸奶，继续搅拌均匀，搅拌好以后静置筛好，倒入模具，冷冻一夜即可。烹饪技巧，家里没有冰淇淋机器，为了省事直接冷冻吃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